对，有没有之前的内部其实姐姐弟弟姐弟，这次真的是变成姐弟，真的很姐弟。是，有什么不一样的火花吗？这次，我觉得驾轻就熟演姐弟恋，也不是啦，就是说跟微秀卿演戏是非常好玩的。OK， 因为他是个非常爱交戏的一个演员。就是简单讲就啰嗦啦啊。对对，也不是啊，也不是啊。因为他是姐姐嘛，对，姐姐看的东西比较多，所以喜欢跟小弟分享。就小鲜肉啦，就是想教他东西。我讲什么你都可以搬去玩。当然啦，我是主持人，你开玩笑。所以跟他合作很开心。对对对，那这次。既然是姐弟恋嘛，那你本身在现实当中对姐弟恋也是可以接受的吗？只要不要大太多就可以。这个大太多了吧？这是妈妈恋哎，母子恋，母子恋啊。妈妈也行，妈妈也行哈。range 大概在10岁左右这样子 OK 啊。我觉得可能10岁是真的假的？真的，10岁还可以接受。OK, 你是看五岁，你是看五岁，因为我今天要看哦，周南叫我问的问题就是，5岁的话哦，没有，我自己问的 ，OK。那这部戏如果我要考你们还记得几时播出吗？8月6号。哎，8月6号是星期几？星期一吧。当然是星期一啦，首播嘛，对不对？大姐还是经验丰富。OK， 几点播出？8:30。太多了，是不是啊？来，我们全场朋友跟我们一起，西瓜甜不甜？好甜！西瓜甜不甜？西瓜。